秒赞你了。来来，你讲。我来来中来新加坡，来新加坡讲话讲讲赞你了。路来国泰，国泰莫国泰，国泰哎、欸，啊莫莫国泰。但是民工什么啊？人是伊讲是来收莫国泰的。哦，我来莫国泰，我来抽国泰。啊，路来都市，啊，路来都市，都市。你衰，我来都市，我来都市。路我都个路该打，秘密，我都该你该打。哎，路宽头天，路该他。等下。培芬，你是干那是讲泰国话？无，我讲这个海南人，我讲海南话。哦，伊海南话有大淡薄大地段。我有听过背，我有听过背。切，我有听过背。啊，你该啥对？我听是，我食过背。我食过背。我有食过背啦，你食过卡水啦。我甲你讲，我甲你讲，你该啥水？你看。啊，这个seven 啊 ，Sprite 跟那个 bottle 啊，跟那个啥啊，咸咸。你讲来讲来，借我一瓶，借我一瓶，借我一瓶。来 ，Sprite 借我一瓶。来，走来。陆某，真好，讲完了，陆某，陆该啥？这个咸咸。哎，不要不要。马来西亚前三前个 Sprite 休息。我不注意。都海南查甫，我跟你讲，你买膜，你买小瓜，你买咩膜？你先该嘛怎笑人个啥？你哇，中你啊，你话无？你摸，密底，好，摸，哇，我哎，水啊，嘛怎我个老百姓金铜用路啊，太方便死。哎呦，哎呦，好香，大声呀，大声呀，好香啊！原来是电流的，太厉害了，差不多，真的 OK 的。哎呦，你都录个 baby 呀？你看别人，我刚才今天跟别人促销哎，不是，这不是送给我的吗？啊，你拿回去，你要几瓶都拿回去，拿去。这是你赞助的吗？啊，我赞助的，我从头到尾都赞助你。因为红包我们会自己收 ，Seven Up 随便你啊。你要拿几瓶，拿没有关系。你们好大气哦，你可以送别的吗？喝不够再回来要。杀了就大量。谢谢曼丽，谢谢大家，各位老板，谢谢三位主持人，谢谢老师。你现在要赶台吗？你拿了一瓶不行哎，你是说你拿了一瓶，你要下去一杯一杯倒的？谢谢啊，奇怪，你真有空哦。会聊啥来？谁来了？好，现在有记者在接你，哎，还有我们的直播，是，还有现场上千的观众，是。现在马上要报告的消息。哎，什么消息？你站在中间位置。没有，我不站中间。现场的朋友，今天晚上我们八八三的电台主播，以及我们今天晚上。清水歌台，我们的主播要为您播报新闻。现在把我们的现场交给彭磊。来啊，现在是美之路电台为您报告首要重要的插播新闻。我们觉得我们的美之路白塔上联合公司今天又发表了一个文告，就隆重非常重要的布告。他们说明年的中研会还是一样，由我们的威乐斯大乐队来伴奏。掌声鼓励。继续第二样通告，就是还是一样由我们的星光舞台特效来服务。我谁了？司仪他说只有佩芬跟浩浩，马上确定。王雷要等10点过后才确定，你拿不了。为什么？为什么要等10点？我马来西亚跟你不要乱跑。不要！伊叫我讲半夜隆重确定，我就等10点啊！啊，恁两个先感谢李叔一下。感谢李叔，感谢你两个天窗。其实我刚跟你讲，这歌台有红雷波，红雷波差。别跟咩强奸你啊！无骗你啊！因为伊骂你吼，七月二日吼，去报新闻啊，无闲来去打我。别报个，叫别报啊！好笑好笑，报个好笑，结果伊讲隆重变啊，灯光上休闲啊，好好个配分休闲，我着等10点看个表演啊，就你别表演个无好是无？你莫生气，通常咱也是想个，你别叫个，到尾头毛神煞跳来啊！如果有一天他这样脱，头发也掉了。不会的，你拉真的没有事的，真的。
真的吗？没事的，真的没事。开始啦！你老家己拉到七千八百了啦！你讲来啦！老爷，你看到吼？好像有一点点，不是、啊，还是看得不是很清楚，可以再示范多一次吗？你刚好刚刚是古早徛山顶哦，啊，你俩混叫，你是有料准哦，我把大哥唔掠，掠得多。来了，两位已经确定了啦，哎，要等，等下等看我的表演啦、啊，对不对？是是是，也没闹亏。没有啦，今天晚上你就好好的表现啊。我觉得你的表现是大家都公认的嘛，我觉得他们是在看哦，你还有没有那个心情，或者是还有没有那个命啊，知道明明。我不骗你啊，我当大家表演一招出一个毒招。哇！若是讲我给出迄招名，给无名，你给搁邀请来。通常毒招。我跟你讲啊，毒招我只出了这招名，你给无邀请我来啊？就是代表小李。安怎？我懒懒啊！直播咧，你哪有直播？有是播掉咧看咧。我昨忘记跟你讲，昨天我们的直播，怎么样？有一位部长级的有进来看，有进来看，有进来看，真的，所以是姓林哦，林部长啊，林的姓林，姓林的啊，林妈妈，真的，我不可以透露，不可以透露，姓林的，姓林跟新加坡播掉几天。不多，所以现在有这个网络，等一下我们的新民啊也会直播，是我们的Rings TV 也会直播，在直播的 Rings TV， 但是我们的新民直播过后，可能你们发一直掉，你们很难看。如果你们要看重播，你们去 Rings TV 永远都会在那边，你只要你写白塔巷中年会，它就会跑出来了，嗯、对，好不好？很容易，很方便。是，如果分享的话呢，还有抽奖幸运的得主，是、嗯，因为说啊，幸哦，对，那个，对，因为说。那么今年我们有网络直播，为什么有 TV 哦？为什么有为什么？因为去年我们有赞助这个社交嘛，社交今年无来招嘛，我就这条路隆重各方直播，我卖讲你是啊，去年这个钱，今年这个钱，但是你红女你老呀较好，你无包好招，你知影无？对，我不将这条路各了 Ring TV， 对，刚好大家永远会使看得到啊，对，所以你放心，肯定要整点独招一定会造出来，好不好？我包毒胶，有可能有对不对？哦，我最期待你的毒胶咧。我毒胶可能有放只胶出来，行看看出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有台下的马上欢迎这一位，也算是我们目前歌台非常受欢迎的一位女连续应该没有说三年都来。哦，对，点名啊，对，点名的，因为本来要排他后面的。当时时间创到是没有办法，看他今天的功力呢，带的是我们的李诗薇一起跳舞吗？好，绝对没问题，有对他有信心。是的，还有我们今天已经改名字的，杨千红，从前的杨家欣，带来这首歌曲《大海》。哇，谢谢。要该开大了，空大。对，空大舞台拢空大。阿妈，你也是个一个。我不要见面，美女有哪三个？安尼一岁岁的所在就好了。小的，舞台愈大愈水。妈，你个一个岁岁要求。什么要求？我还想那灯光音响老师吼，可以顺便弄几盏灯在这舞台上面不？对，你这意见好啊。对啊。但是明年得讲加开几会嘛。啊，唔知甲恁弟鼓励工会。未啦，我这几拍。对哦。笑一刀。对哦。是，更有气氛的感觉。这个意见好，好像在迪斯科嘛。对啊，漂亮啊，厉害。所以那如果明年没有这边有灯的话，你们自己带手电筒来了。对，今天你看啦，那我这服务要十，连秋瓜差不多十几年了。这么长？我咧白塔巷服务十几年了。哇！记者大哥就问我啊，我们你去了七八年啦，应该有七八年。如果连唱歌也算，你看啦，明年剩十三年嘛。OK 啦，十三周年。哇！安尼最人 Rings TV 出一家，应该有十万了，差不多。要开 check 你讲我从中怎样？应该是安尼，你讲我一定要，譬如明年他有什么送东西给大家，或者是他要报销什么东西呀？啊，对，啊，咱家己拢个朋友兄弟了嘛。归起来那个明年我那是讲啦，因为十点我个怎样我来，对，现在拉一点票，对，明年王雷如果再度回来，我就赞助什么？这七月出手上大都是这张了。哇，赞助嘞，一小空抓水。哇，啊，内面够多个一个哩啊，空抓水。你两边在帮红叫人比中国。我嘛赞助那个 Sprite 啊，是多的
来啊，我们的理事会太好了啦！啊，给我们的啊乐队老师来红包啊！啊，还有一个给花边的牙齿料，还有我们的灯光老师哦！哇，万岁！谢谢，谢谢我们的理事。你看也来了很多的朋友啊、哦，谢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我们继续，还有哦，哎，不是讲你不会老皮哦，哦，我们的那个 Rings TV 的摄影师都有给你，哇、哦，你就在那边慢慢服务。这个等一下我交给我们的星光。OK。还有哦，哎，因为有记者嘛，哎，你不能很记者，哎，结果记者不要洗网包，哦，不要洗网包，不要洗网包，不要洗网包，啊，那是。没在收红包啦！啊，知道你可以靠了一下。哦，记者不可以收红包哦，那边最多要给他们，他们辛苦嘛，拍照的这些啊，都啊，你是华人啊？啊，华人啊、哦哦！为什么他们不能收红包？不可以，那你们就动嘴。啊，新年新年之前送那一个。不可以啦，不可以，不可以啦。那就把钱拿出来。还是你自己想要红当去？你别到了红，到了空叫我叫红妹，红红忙的。我没红嘛，你笑啊？那记者不能收红包，可以收现金就好了，不要放红包袋啊。对啦，但是现在能给空调最回家都处理不下了。对，给家能给欧琳啊，卖直播了。来了。要不要嫁嘞？还没嫁，还没有吃吗？啊、还没有吃晚餐。哇，可怜可怜。那边有什么施舍一点呢？我那边啊，比较干脆让我吃金爪、滚爪、啊、辣椒啊。空包包，原来也能，原来也比较也能吃辣椒，可以晒了啦。也能吃辣椒，去感感觉的晒了。马上安排车位。哎呀，厉害了！哎，我唔捌听过，记者有咁垃圾，咁等个葫芦啊，葫芦树啊，对不对？等葫芦好不好？冰糖葫芦。我们的白塔巷的蜡烛特别香的。你看我说嘛，你自己一根穿成这样就像蜡烛了，红色的龙凤烛，龙凤烛多好呢。我还第一次配合你们，你知道吗？对啊，穿什么衣服就全部什么衣服。啊对啊，啊你这件事要准备这个，我亲自穿的。我亲自，我是怕生命，你国肯去穿。对啊。因为第一件啊，我本来爱薄纱啦。这条衫是李孔有五年，我准备我肯去穿。哦，李孔有五年啊！啊，结果啊，李光要死，我手都等袂使穿鞋啊！两包两包，你两位要直播，唔得要穿袂哦。谢谢，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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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来了，祝你平安。继续节目来到这一位，哎呀不得了了，你叫他跳，他是跳不起来了，因为他的肾哦比较没有力一点。那你叫他洗，他洗的会很厉害洗、哦。但是他的胳膊被罩哦。对啊，那我们理事会呢，跟亲呢就是点名要他来为我们唱个几首歌曲。是，我们掌声为欢迎我们的福建闽台语歌王庄清怡带来这首歌曲《翻身花》。哇，翻身花来了。掌声来一个好不好？来，感谢各位的艺术投给人，谢谢。青山绿水万丈开，行到溪边找嘛伊一个，吃着一老声。阮心内的怨气多多，不应该来误会。那水中溪，咱有会，实在是亲像云过月。今夜有相逢的机会，啊，阮的情情可比天然的仙桃，想袂万也永远买着。Thank you， 谢谢。水万丈开，行到溪边找无伊一个，吃着水流声，因阮心内的怨气浓多，不应该来误会。
当不悔，实在是亲像分月月，但也有相逢的机会。啊，阮的情情打拼，天天的前途，千百万也永远感谢感谢，所以这一首好像是女生将会的歌曲哦。哎，是我不好唱哦。对，而且非常非常的深奥哎，真的，这条歌熊牌曲哦。它好像是有一个诗词什么的，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是一个古诗词。古诗词，然后唱成福建版的。对，而且将会小姐她演唱会的时候用这首歌开场。哇，多么伟大的一首歌！我有去看。哎呦，将会演唱会那一款，哎呦，我大概拢坐飞机特地回去看的，三次。哎呦，这分烫嘞！啊！即阵你去目标了，就买着伊 VCD 了，都系坐飞机等待。你多休闲啊！刚才你没安尼啊？我们在现场跟在网上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哎，好好讲这句话，对哦。哎呀，怎么样？我要反驳你一下哦，因为我唔是讲，我唔是讲大炮的。我们这一场北台湾哦，咱的这中晚会哦，有一批人，四个人。是啦，挑工为台湾坐飞机啦。哦，伊今日咱现场就是台湾的朋友。哦，来看咱这场，明仔再过再坐飞机得不了。哇，今天的晚报有灯啊！有，今天晚报有灯啊！这是我们台湾好朋友。是的，所以台湾好朋友今天他们就在感染一下现场的气氛了。对，我太厉害了。他就是指定说要来看这一场，哎，对不对？如果我讲话可能会伤心，配分讲了伤心。不要哎，真的，他指定说要来看这一场，会很嗨。对啊，很嗨。他现在已经在现场。刚刚我也问他，你今天来看，等下说来看孙悟空，你别错，这个叫孙协正的功底。来，谢谢我们的庄经理，那个没有，谢谢，谢谢，祝你喜胜顺利，谢谢，谢谢。你早就拜叫好了，喜胜好顺利。就是讲也机器卖派啦，那机器派也站嘟叽嘟出嘟叽嘟出，痛的嘞。哎呦，光看你妈这样，我学会游戏。了解嘛，对不？还是顺利啦，所以游戏已经无简单嘞，对不？阿姐哦，那转身噶不吹个了。不，等等，飞飞。阿兰哦，讲水游戏卖向我看，阿向伊讲啊。你水游戏哦，无简单嘞，我讲嘞。你讲水游戏的卖向我讲，阿向镜头讲。我镜头。你个是个观众。你别较侪人嘞，哎呀，我是跟你讲啦，水游戏这项代志吼，哎，对。我跟你讲，水游记不一定是少年人在水游记，对啊，水游记有当时啊，全部大部分拢是因为吼，迄种毛孔较少，啊，安尼我大声的落去有无？啊，年纪较大的对吧？我跟你讲啦，安尼水游记这个代志吼，啊，你爱听政府的话，你去死啦，好啦。啊，唔当食香烟。你靠讲，你别板凳啦。啊，有啊，政府嘛是讲叫你卖。你别板凳，卖食香滴啦。靠背啦。所以我对代表政府猛力啦。变啦变啦。啊，你有放低了无啦？你跟政府分担无，你个差唔多啦。你问我怎无聊诶？我说你嘛，对不？啊，你别说红咧，你李光耀，你别红顶枪给鬼你一击咧。我，佩芬不要丢这粒球给我，有直播。神经病！我现在就炸弹给他爆炸。不要别再乱说嘛！哎，今天这一台就特别啦，我们的记者老爷爆一些料给你知道。哎，什么料？我做歌台那么多年，好，今年里面了那么多年，第一次哦。一场歌台哦，哎，怎么样？男的歌手比女的歌手多。哎呦，今天有几位？
今天有如果加四有九位男生表演的哦，啊你错了，好几拜哦，也在说有过台了哦，没有加台上有十三位，对，来后面，后面呢？不，我也不要卖神啊，十四位，啊呀，不是人啊，不是啦，用台飞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档呢，都是呢精挑细选出来最优秀的歌手，是的。好，接下来又是一位我们的男歌手啦，接下来又要请到我们所有的舞王舞后，要再来回到我们的舞池中了。跳不了，跳不了，跳。林祖刚的恰恰想换一个好不好？你这个恰恰已经大家都未晓了。啊，是够个恰恰。错触感的恰恰。One two 恰恰恰 ，two two 恰恰。没有他的卡车没调。卡车没那个调。顾个飞机。再多一点，再多一点，哈哈，再出来一点。哎呦，碎哦。哎呦。哎，掌声鼓励鼓励。身为你们的搭档，我也不可以逊色。来啊，又配分跳恰恰了。哎呦。哦，是哦，来夏威夷35号的舞蹈，夏威夷不是隆重流彩哦，上少年就是这个了哦，哇厉害啦 ，Ready， 恰恰恰，哇，哦恰恰恰，来了，爱跳了，独乐乐倒不如众乐乐，大家一起哈，马上安排这位连续夺得我们的歌台大奖很多年的十大最受欢迎的艺人，欢迎我们的谢温带来的曲。我一来恰恰来跳恰恰啊来来来你来心我梦好飞跳落去就心会开啊来来来你来靠我念好飞一个声那样去青春的滋味啊哈音乐的走路地恰恰的跳落地老的欢喜一起天天开心啊来来来你来心我放好开跳落去就心会开啊来来来你来跑步点好开音乐声那样去青春的滋味啊哈音乐的走落去恰恰的跳落去老的好欢喜一起来恰恰嘞嘿恰恰恰恰恰的跳落去
来是啊，来来来，你来心我万好开，飘落去就心袂开。啊，来来来，你来靠顶好开，音乐声那响起，青春的滋味。啊哈，音乐搁走落去，恰恰的飘落去。一起天天开心，欢喜来恰恰，哇，真爽啊！